这次呢是要到江西省的婺源。那婺源呢有中国最漂亮的乡村之称哈、哦。那现在又是油菜花季，所以应该我们这次可以拍到很漂亮的油菜花跟古镇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特色的威士老街，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，走。
黎阳老街呢，我们现在来到这里的店叫做文峰桥。那文峰桥呢，全长有249公尺，它主要特色是有那个徽派的建筑，很有特色。那我们顺便来这里拍一下夕阳，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吃的是毛豆，不是臭豆，是黄山的名产。这是炸过的，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炸过。